繁星的声音有点小声，这样子应该就有了吧？刚刚那个我 OBS 没接到你们的声音，是从麦克风收到你们的声音。刚刚，哇！听完片了，休息，然后爬塔，刚刚不小心爬过一层了。来，现在带你们示范一次怎么爬过的，看看还有没有这么好运哦，好东西，哦，什么好东西？一个叫复仇骰子的，哦，是有这个感觉，就是那什么效果？我曾经爆到301波，哦，就是秒杀了。我有乱玩就过了吧？哦，不会不会不会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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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那么好没那么好没那么好。哎，欸，天天在过年的，啊。有啊，包300了。不痛。再给我险智。给你眼镜！哇，这时候来这个吸血鬼金牙，买个血药保险。药打什么血怪？第七集哈？什么血怪？什么血怪？我不知道。刚刚聊天室有人说第七集打血怪哈？嗯？啊？什么游戏？他没有讲。到那边，安安安，大家安安。今天我们轻松爬，肯定你对啊，目的达到了，慢慢玩。哎，欸，双倍老虎这是 CD 减半啊？五劳吗？啊，双倍老虎CD 减半，整个啥双倍？哦，那就可以一直招雷精灵啊！可以，哦，买啦！哇，雷精灵在场上，等于我一直有人帮我回血。安安，大家安安。一个眼镜吗？拜托。你在找吸血鬼眼镜吗？对啊，吸血鬼的眼镜出门就先戴着啦。不是啊，我要戴那个面具啊。哦，哦，后面就是道具越多越难拿到自己要的。嗯，也是啦。对啊。哇，真的要玩暴击哦，猩红四叶草。哇。这是要你暴击，啊，我还不死给你们看。我靠，10000分！这个东西就是你和敌人暴击率上升，这个是有很小的几率提高你大量伤害的暴击伤害。它，啊，这个是要有闪避的话，攻击都会产生暴击。看一下多久，在你移动或者哦，要故意挨打。跑掉了！哇，我可以丢四只雷精灵在场上。困难模式没有，还是普通模式？嗯，困难太坑了。喂，不要虐待自己啦。嗯。今天电视他们哦，哦，暮光森林第七集，你说打我就打，我不要第七集偏不打，偏不打，好。好痛，360哎！我这场说你也暴击吗？对啊。哇哦！我这场玩的流派好普通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特殊流派。你在玩什么？
散人流。啊、就我的就很杂，超级杂乱的、啊，杂派，超级杂哎、欸。你变骑士加跑速吗？嗯，打完再讲。给我眼睛，给我眼睛。我突然发现我没办法处理炸药桶。对，至少一个可以丢远程的。傲娇吗？没有傲娇啊！你不觉得命令别人一直去做某件事情很奇怪吗？我当然不要啊！你爸你妈叫你去看书，你会去看吗？对啊、一定要看啊！那你会开心吗？要睡觉了，赶快去睡觉。对啊。冰城手套什么效果啊？啊，不管，买了就知道了。嗯、啊，感谢乖乖赞助。记得去粉丝团看一下怎么进 DC 哦。会开心拿出手机滑。没有演技、嗯。跟那这样哪里好啊？好是。啊？哦。哦。可是这样不好啊。哦，可以，可以中断吗？哦，可以。所有的符文都提升你的护甲。嗯。嗯。不急哦。哎、欸，给我我眼睛啊！冬雨，感谢超级留言，去睡觉。冬雨，快十一点喽，该睡喽。留完言就可以睡觉喽。真的不知道这条能打死，完全没有一个流派可言。可以啦，随便打就可以啦。嗯。哎、欸，雷精灵进化了，还能进化、哦？我的雷精灵升级了二阶。哇，雷精灵二阶，二阶有什么效果？我看一下，雷电持续的更久，并且伤害更高。扭曲光速，哦，好猛，好猛哦！雷精灵变好猛啊！跟着一起爬塔，大家来一起爬塔哦！大家一起来爬塔。我拿到了一个很棒的传送，如果雷精灵再配召唤术会怎么样啊？什么召唤术？不是有那个召唤术可以让你召唤的精灵变多吗？对啊，就是两个雷精灵啊，就穿插闪电啊。可是我一开始就是两只雷精灵啊，三个。哦，多一只哦。对啊。哦。是就求稳嘛，吸血还比较好啊。哇、嗯、哇哇哇！混沌光束，就是一个黑暗的光束，而且超级，它应该是那个水。水柱的强化版一开始就是那个出处，你打到了，就是破关拿到了，而且它是有特殊奥义的那个，哇，双倍的苦恼被打好痛啊、哦，很痛啊，就双倍啦，超痛。队长戒指，
40伤害提升啊。你哈什么？你召唤柳欸，你一定会不同啊。也是啦哦。繁星陨月还有杰瑞，我杰瑞声音有点小。Hello，Hello， 那杰瑞在认真玩啊。大家都在爬塔。你有在玩手机吗？我现在在玩电脑。哦，这数量，那有时候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哎、欸。你看他这张。有眼镜会死哦。你看，你刚说你没有近视，不要戴眼镜啊。我有啦。他没看到啦。他戴面具看不到啦。我要没露脸。居然没有那个神风的普攻。不要啦！我可以直接传送到王的另外一边呢、欸，直接跳过去。塔塔中毒中，对啊，中毒了，中毒了，要不要也来中一下，雅雅？地方能传，有些地方不能传。我就是不要睡觉，我要吃草莓蛋糕，波浪浮红心。吃草莓蛋糕啊，去吃啊，去吃啊，去吃啊！不要睡觉，去吃啊！很闪电。丫丫想保护自己的拇指吗？没关系，那是只有我啦，不用担心啦。你们的拇指没那么脆弱啦。可以啦。什么东西啊？急救尖刺包是什么？你残血的时候会慢慢回血，但最大生命值会降低。已经降低了，来不及了。边看着边吃东西，吃吃吃吃吃。哇，好多了！哦，我的雷精灵死光光了。骗他！求介绍一下游戏。我要怎么介绍呢？嗯，有巫师嘛，你有很多属性技能可以任意搭配。然后他就是这样。他是一个你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带个四种魔法跟一个道具，然后你就进到一个塔里面，里面会有四只 boss， 那每一只 boss 前面有两小关，最后一只 boss 跟应该是倒数第二只跟最后一只是连续打的，然后你的目标呢就是爬到最后一个只 boss 那边把它击败它，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一些技能。那你在塔里面呢也会遇到像这样子的一些商人，他会卖你技能，那这些技能呢在这一次的游玩中你可以一直使用，但是如果你这次死掉之后你就不能用了，你就要重新买技能，除非你是在主城里面买的技能。主城里面买的技能就是你一开始可以进塔前选择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他在冰关卡给我火焰四张是叫我捡吗？叫你捡伤死掉的。还要你减伤，可是我没有火焰技能。
这个是残血才有加攻击力啊。嗯，直播到几点不知道？水水，看心情。嗯。终于当赞助啦，感谢。不、哦，痛痛痛痛痛！我现在血少，你又把我关在一个小地方。这是什么？流浪者机关，这又是什么？哦，流浪者机关是好像增加奥数的伤害，特殊奥数的伤害。中摆我记得是减 CD 吧？对，减 CD。嗯，而且流浪者机关可以跟一个受诅咒的那个道具一起，不稳定的什么，忘记就不稳定的宝石。我还没有看到那个东西。嗯，它合完之后可以变成增加伤害，然后减少衰减跟冷却时间的那个道具，超猛。嗯，繁星没有在工作室啊，他只是一起通话而已啊。对啊。阿金，你要来吗？我们还有阳台，还有阳台。你知道兔子不能养在阳台吗？那你可以养在泽明房间。哇！爆炸！哦，等一下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！我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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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雷精灵加油！雷精灵靠你啊！我要绕圈圈了，靠你啊！哇！黑暗刀，雷精灵加油！有没有眼镜卖呀？看四小时了才有点累，去睡觉啊！去睡觉，去睡觉！不起来让你累啊？欸，应该不是我，我没开四小时啊。他应该是接着看吧？哦。哦，怎么能去啊？吓死！这兔子反正养阳台哦，晒一晒就中暑了。而且你想想看，可能会有老鹰飞下来咬啊，直接被叼走。对啊。果然。我们看错，冰巨人直接被我爆死。No。砰一下就爆了，太猛了吧！孟月安安，开了七个小时不关，太猛了吧！对呀，东宇的老板是博武吗？还是啊，梦梦梦！哇哦，给个吸血鬼眼镜啊！你敢不敢？你有没有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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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有种给个，有没有种？有种给啊！来啊！吸血树精真好。你莫种嘛，给一下，很难打哎、欸。他就说我是女的，怎么样？啊，掉下去了，掉到洞，哇，掉到岩浆里面也是双倍伤害哦。对，天哪、啊，我直接摔死，哦，好痛。你看。有了镜通话、啊、在干嘛、啊？爬塔啦！干什么？爬塔啦！进来啊！什么？黑狼披风，空想者之境。嘿嘿嘿嘿，看我怎么虐待这只马！爬爬爬，爬爬爬，爬塔啦！哇，你们都过了、欸，我还没过。多爬几次就过啦。嗯，
我都现在卡在三之二、三之三这里。那就快啦，就是快了。我还不爆死你，爆不死啊！这是痛吗？这么气，爆不死哎、欸，那假。一二三，啊，按错了。你不要太过分哦。嗯，是说黄色的暴击最高吗？嗯，好像12%吧，那就算黄色啦、啊。嗯，写作业干嘛？有点累了，玩玩就睡觉。爆死了哈！啊，得让，哎呦，螺旋丸，哦，水系螺旋丸，哇，好猛哦，都快死了，哦，死了吗？嗯，等等我开台才来当赞助，好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猎人匕首吗、嗯？哦，对，只有状态时候才能使用。什么状态？是好像有中毒效果或燃烧效果的。哦，有异常状态的时候。嗯。啊，那没有说很好呢。因为你异常状态就代表你一直在扣血，敌方异常状态吧，想哦，对于负面状态敌人给予伤害提升，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原当那个使者，可以啊，也可以使者，使者流，蛮不错，偷偷来可以啦，爬塔台很安很和平的啦。我扔你一块石头，我扔。螺旋丸，打谁的？打谁啊？好扯哦，那个暴击。所以现在召唤物很好用吗？不错用，我看你。我看你们都带召唤物，宝啊！无意间发现的，无意间发现。虽然 CD 很长，但是还不错用。嗯，他有时候可以在那个 BOSS 结束技能的时候摸到就晕血了。暴击，暴击救世界，给个吸，点个头。给个吸血嘛，拜托、哦！真的是你那个暴击好像爆了，差没吸血，就缺吸血了、欸。真的，智商贪婪之铠，双刃手套，我记得这常看到，忘记它什么效果。对啊，那个提升基础奥数的伤害，而其他伤害都会降低，加40%，减40%。哦。40%蛮多的、欸，我觉得不太算了，不要。本金怎么了？三级没有回血，还没有前进。哇，那看来他是不打算给你了。那你要我怎么打王？当 boss 我怎么打得过？他就是不给你心呀、啊！哪里有付费赞助？好啊，你可以安心看台，不会被ban啦、啊。要求我，考试辛苦呢。要求我，我想到一件事情。怎么了？
最后如果是草的话，不是有中毒吗？嗯，哦，丢你石头啦，啊，丢你水球啦。大痛！啊，是吗？镇土之府。看契约，对啊。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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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妙。他们有劳工，就派劳工去打就好啦。再不给我眼镜，我真的要死了啊！死定了！完了，怎么了？你死了？你掉了？掉了！再没有回血。跟手好酸，太累啦。不过是真的很爽哎。感谢乖乖超级留言，睡不着看台可以看一看，你就睡着了。嗯，我睡不着可以来看我的哦，两个一起看也可以哦，嗨哟。大家都有开台哦，你可以都可以看哦。421块的，买东西买东西。哇，你好多钱哦。一场两场啦，两场不是啦，两场的水晶啦。哦。等一下啊，随便买啦。香料架，好好奇哦，这是啥？永动冰，有几率冰冻敌人哦。不同元素，赶快去洗澡，去洗，赶快去洗。哦，哎，你可以带香料架。香料架什么？使用不同，就是说，比如你这次使用火，下一个使用冰，啊，你火那个上一个火的技能气力会减少。哦，所以你可以玩元素就是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很猛哎。嗯。香料架长得就很像那种烧两个烧瓶。好，如果有看到的话，嗯，要上学是什么原因？要让你学到一些基础知识啊，嗯啊，还有一些思考的方式啊。有事业幸运草哎、欸。金红丝薰衣草，群装的水，我还吸图腾。嗯，与人相处也是一种嘛。你们会听到倒水的声音吗？没有。OK， 一点点，但听得到尿尿的声音。原来是这样。酱料架吗？要少去餐厅啊，嘿。繁星没有开 YT 啊，你要抖内要去。有啊，我有开 YT 啊，没有抖内而已啊。对啊，你要抖内要去他的退群啊。你要抖内，你可以去下面网址看，那是我的虾皮。你抖我，我还给你东西哦。有了有了，手绘。嗯哼哼，呜呼！狂吸血喽！之后吧，因为我最近还在训练看聊天室，因为现在双萤幕比较好看到聊天室。哦，你以前都是单萤幕吗？对啊，然后就只能看，就我又是1600×900的大小，所以聊天室剩下1/3。超小欸，那个范围，所以顶多看到 ID 后面的冒号跟那个什么什么号的，只有老什么都看不到。对，所以是谁打字都不知道。再买一个萤幕，谢谢哈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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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董内，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感谢哈娜。不过他那个谁杰瑞不是说他双萤幕不够用吗？谢哈娜，所
所以我这的萤幕有谁要换？我想换萤幕啊！啊，你们那时候就一堆人说要抢萤幕，想说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换主机壳嘛，没人要换的。没有主机壳吧？都主机板。哦，主机板了、啊。刚打了一堂雷电轨道普攻加充能狂怒超威，有闪电的吗？雷电轨道普攻。充能狂怒不是火焰的吗？直线那个吗？我觉得我需要把那个东西算盘吗？算盘是捡 CD 用的，嗯，捡 CD 打死之后捡 CD。哦，雷电轨道配狂哦，那买啦！现在玩召唤流 CD 很重要啊，就是哦，怎么那么帅？哇，好天安龙之冲击，连击那么狂啊，好帅啊！哇，龙之什么？龙之俯冲吗？龙没有，龙之冲击风系的，那是怎？